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I'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this tim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be fine. I strive just to say I'm alrigh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I'm alright.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I'll push all my chips and call all in. I'll bet on myself, you keep stalling. I hear destiny and it's calling. I'll keep my head up high through the downs and lows. And we're all going life, still nobody knows. But I'ma choose what's right and take what comes and goes. And ain't no one in life holding me back no more.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 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a year ago, but all will be okay. I move on each and every day. The past is where it stays, way back a year ago. Back a year ago.
然后这次来到那个清境迷雾1850这个露营区啊，因为是夜冲，第一天来的时候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就急急忙忙的把它随便搭起来，然后就开始弄吃的，然后就没有再露营啊，就隔天只有早上是好天气，然后后面就起大雾下雨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拍，就一直在那休息泡咖啡啊，吃东西这样子，所以趁今天礼拜天要回去的时候，早上也是好天气，赶快拍一拍。昨天的云海比较漂亮，今天的云海比较没这么多啊，少许的云海。啊，它迷路1850就是它的海拔是1850公尺啊，所以蛮高的，也蛮凉快的。它这个前方这个视野蛮好的。有少许的云，对面山有少许的云海，啊，这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我以为会类似像武林农场这样很偏僻这样子，可是整路上来都真的很热闹，很多山庄啊，还有露营区啊，也有那个便利商店蛮多的，所以蛮方便。不会像去武林农场那路上都很好像很乡下、很偏僻的地方这样子。整路上都蛮热闹的，有很多餐厅啊，喝咖啡的地方，蛮热闹的。便利商店也蛮多的，所以不会怕说买不到东西啊。不会像之前我第一次去武尼农场那个又遥远啊，又很偏僻这样子，差很多。哎，那对面山那个都是好像露营区啊，或那个度假的山庄，很漂亮。然后这迷路1850营区算很大，非常大。我们这区就超大的，它分好几层啊。好，我们这搭这一层，这我们这好像 A 区的样子。然后这次是搭这个车尾天幕的方式啊。然后因为有行李箱在上面，所以就不用像之前它拿那银柱撑高了，也比较好搭。就搭着车尾的方式。嗨，早，这么早起来啊？啊，这是车友的女儿。嗯，搭下一样是有把冷气兜起来了。虽然这冷气没有那个没有暖气啊，可是可以把它当成空调使用。如果会热的话就开冷气，不会热的话就开送风，然后就可以当成空调使用，这样子很方便啊。所以就算是冬天也可以把这个冷气拿来使用，就不用再斗那个两边不用再斗那个百叶窗了，觉得这个比较方便。这样试了几次，觉得开空调那个里头空气还蛮循环的，蛮不错的，所以冬天也可以使用这个冷气，不需要说把它收起来，把它当成空调使用。然后就准备要收，因为来这个清境这边也蛮远的，从我家那边到这边从也蛮远的，所以待会就准备要弄早餐，就开始要收了。那来露营区的话，这个行动仪真的也蛮好用的，可以用一些器具啊、电器，充手机也比较快啊。那手机充手机那个这种行动电源也充比较快，不会像我那个后面那升级完那个电池充手机超慢的。那这次一样是跟
阿义两台车出来这个车速露营，那这次也是搭配一个小的低抗的帐篷，这样子，所以有这个天幕也是蛮方便的。如果没这片，我们的要钓鱼吃东西都没地方放了。天幕比较可以搭多元化的变化，侧边啊、尾巴，或者独立把它搭一个客厅帐也可以、啊。所以这种车尾的搭法，你看空里头空间也是蛮大的。刚刚又可以连接车子，蛮方便的。营区很大，有好分好几区啊。上面那一区的景观比较漂亮，视野比较好。好，待会看那个，然后来飞那个空拍机好了。没有，待会怕下，待会晚一点又变天下雨这样子，因为昨天下一整天啊，也起大雾。待会把空拍机拿出来飞一飞。好，因为进入营区，装备都可以落地啊，所以车上就变很空旷了，就不会挤到这么多东西啊。然后睡觉的时候，一张桌子就这样放，然后我脚放这边，就可以两个人睡了。所以这台车不会说很拥挤，也可以两个人一起车速。然后冷气一样豆子啊，就把它当成空调使用，会热就开冷气，不会热就开送风当空调使用这样。原来他羊都养到这个山坡上啊、哦！你不拍照，哎，拍不到，来不及。哎，你看羊就在这个养到这个山坡上，这个亲近的特色就是绵羊。白天看着好高哦，不过风景真的很漂亮。原来在这边哦，我以为真的很偏僻、很遥远的。所以是晚上还看不到出来，白天你看看，清境没有想象中这么偏僻。那沿路都好热闹、哦，很多商家、民宿、吃东西哦。这还有你看 Seven 哎，所以他说 Seven 不会远，真的不会很远，好近哦。不像去武林农场的路上很遥远又很偏僻的感觉，都一些种什么高丽菜的地方。这边清境好热闹，沿路都是民宿啊、度假山庄这样子，很热闹。